嗨，咱今晚收听是《报道有意思》，我是赖金贤。来，咱大家到路边哦，啊，搁会看到迄流浪狗哦，中南部哦，还蛮明显的。我对流浪狗被安怎？有时候它也很怕生，你也很难靠近它哦。啊，不过若看到政府咧抓，佮它足唔甘的哦。现在有一个方式哦，狗啊吼，经过一定的训练，听清楚哦，今仔日的重点哦，爱经过一些训练哦，已经变成狗医生。很好的陪伴很多是大人，很有好们诶，好是咱台湾的狗医生协会理事长，这个张半虫张医师你好，对你好，大家好哈，我是台湾的狗医师哈，高医生的协会理事长，我叫张半虫，我是婚姻人哈，我台语无讲介好。啊，尽量讲好就是啊，哈、哦。你讲干，你还在讲我。今天嘛就欢喜的。啊，这些流浪犬哈，咱讲流浪狗，有一顿无一顿的哈，伫路边拢饥寒交迫，好、希望他们有获得很好的归宿了，好、所以希望这个活动我们好好的来去进行哈、不过张医师因为讲，这个流浪狗哈，讲动路边，你讲想要替伊做虾米活的人还蛮多的啦，是，不过就像一开始讲讲。确实有一挂技术的问题啦，就讲、是、好，迄狗啊你无熟悉，你嘛惊你去改，来，伊会给你教啦，吼，是安怎吼？所以讲你这个狗啊，一只真的就已经流浪了，而且越流浪问题越多，吼。是，要变做真正会当动人身躯边陪伴人家，这个过程是安怎？你小讲者。应该讲咱流浪狗伫外口有的拢。他为了生存哈，为了被挖来，必须去跟别的狗战斗，跟人战斗哈。所以个性有好跟坏两种，所以我劝我们当民众啦，都得流浪狗，千万不要自己去尝试要抓它，最好是透过咱政府的动保处，好、那台北市也有台北市动保处，它有一个救援队，好、交经由他们来，然后他们有专业的哈捕兽，不是说捕兽啦哈，就是捕。帮他们就是用人道的方式捕获带回收容所、然后再去分类，有的是会当给告诱的，有的是就怕的，会给他分类哈，分两个笼这样、所以这个大家自己千万不要自己去尝试，会误会一下嘛，对，所以讲像讲经过啊，能够下一段的经过监护啦哈，对，是，是讲利用救援队哈，一概抓来哈，会高啊，爱经过什么款的处理，才会进入去家庭内底。今嘛，台北市动保处的做法应该是讲伫收容所来对，经过一些就是整治分类哈、老兵一定要行动来医疗呵，好、一旦注意防针的来注意呵，驱虫就驱好，然后会开放一个平台和、民众认养、那认养的话，它就是那个民众要到比如说内湖收容所去挑选，但是那边的兽医师也会经过配对访谈，好、不是随便就交给你，好、所以他会把个性比较好的，然后跟你是可以配对上的哈、一点一些合力做互动。好，互动完就让你带走，但是有一些程序哈，晶片这都要组，犬籍登记都要做就好了。但是你讲那个配对啊，还是你就是想讲啊，我讲那人跟人的配对都爱等于讲话啦，哈，是啊，不过你用一般的人讲，你去捡几只狗啊，哈，大概能够做的就是哦，可能厝较大间的银金较大只，哈，是啊，啊厝较细间金较细只，哎，啊除了这个之外，你讲还个性好不好，哈？那嘛，应该是汪汪公 Q&A 咁问一下，这边那配对应该是狗啊哈，你伫收容所后一段开放的空地跑一跑，然后跟那个认养人，可以去盖接触，第一类接触了哈。如果那只狗是很 OK， 不会退退缩缩，眼神没有露出很凶狠，那应该基本上这个主人这个家庭诶接受哈。接受他到他的新的家庭去，好、但是金马这类认养的制度里面呢，是直接认养走，但是没有经过告诱，好、去训练他，所以退养率哈、是尽管呢，可能有到30%，好、所以因为主人不知道怎么去对他的行为上的一个改变，或去帮他上课什么的，好、有些是会有产生误会，所以一开始是。就有爱心跟热情，对、是，好，通常一辈去认养流浪狗，一点一点的心理准备，好、不过因为这个贵点有需要训练，啊，今麦只是讲看对眼，好像很有缘分，一点摸都登去啊，是，哎、那这个训练的过程，哎呀，那训练，我们今麦经过就是说这些流浪狗，好、这次活动我们刚好在礼拜有一个记者会，好、希望从流浪狗来对，好、挑选了20只到30只比较符合安定稳定这种特质的，然后经过我们狗医师协会的一些安排的受训基础中等高等班，就让他先服从命令社会化，培养他的记忆，
最后最重要的是要经过考试。啊，科企也会安排很多情境训练，哦，那狼有的人讲话比较大声，会被吓到这只狗，或者是有一些拐杖掉了，哦，因为一告别啊，是要去安养院，或者去自闭的那种，就是比较弱势团体去服务，哦，很多动作可能老人家或自闭的动作比较，会把这些毛小孩好吓到，哦，所以我们考试最后会有情境的训练，考过的每年再认证一次，哦，就可以永久的去做这些狗医师，哦，直到他哪一天要退休为止。我听起来伊这是有较量身定做的一个 course 哈，那像讲，那你去想啦哈，讲好，即款有狗医师，然后一天的训练哈，然后到完全是 OK 啦哈，甚至还够 coach 哈 ，coach 还够 pass 哦哈 ，pass 了还够几年，还够重考一届，因为也退化。有的狗的能力或行为退化，跟人一样，就是咱医生嘛，是要教育训练的，赶快医术。狼的退化，对，人的医生也是要教育训练。一节课托福，你起码个课没记啊，脑力对吧？所以说，这款人有的人，我要去排队啦哈，因为我讲要去认养一只狗，啊，起码有几只狗啊，是贵的只狗啊，训练好啊，这边呢，不要那去美和啊，这边去登记。而例如这届活动嘛，哈，有兴趣的这个家庭哈，来报名。啊，我们的训练师啊，会一对一有一个问卷跟采访，也可以去看你讲是不是真正符合我们的条件。然后，爱有条件，猪狼蛮有条件。你把是要有耐心嘛，你把不要讲想讲一时热一头热就栽进来，但是我们会访谈你的环境，啊，跟住家环境、你的家庭背景，然后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接受一只狗在你的家庭？对，这是一定要的。安尼吼，这顶爱做。想讲，咱一般讲想要饲一只狗啊啦，吼。我讲张医师讲就一个重点，讲有诶讲退养，第一是当狗啊可能有问题吼，第二是其实这个家庭伊并无准备好，吼。未来，吼未来真正的跟一只狗吼，那像一个人，有诶狗有在饲个十九岁、二十岁哦，吼，要共同生活啦，吼。你刚刚要去认养一只狗进前吼，迄个心理的准备是啥物事？第一就是讲也要有爱心呐，哈，然后他的家里比如说管委会也不要说对养狗，因为有一些管委会有意见，狗上差，有味，电梯内底有味，狗味那么，所以你的社区也是讲你的厝会当符合这个条件去收养，这是一定要的。那本身要有爱心呐，不能说带回去打狗这些虐狗，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。所以讲第一要有爱心，爱心耐心，对啊，过来因为大家都要。这个比较多会哈，像即马就是住大楼，好啊，咱想讲咱要饲咱的代志啊，哈，可能管委会也蛮小块了解。我嘛现在法规，就是他们的管委会把现在怎样这种控，好啊，搁再来哈，像讲有一个记者会的这个活动嘛，是，他都要讲咱是希望讲有一挂款项，好，爱当协助训练只狗啊，好，那训练一只狗啊，超爱偌济时间。咱即届可能会几个个爱训练，好，但即个活动应该是会经过筛选到完成狗医师认证程式一年半，一当半。哦，一年半。对，因为你爱教育嘛，然后前置作业这段即马在起跑，目前是可能有近十八只、20只开始在准备啊。对，啊，甲训练了该上去像陪伴四大人。对，是，对。哎，那像讲老人家哈，哎，有诶爱狗，有诶无爱狗啊呢？应该确认过，他们都会当接受狗狗的陪伴。应该是讲，我们服务的已经30几间的安养院加这些社会福利机构，我们都已经成功的模式了哈。起码就是，当然会跟他们那些服务机构先有默契，他有这个需求。那有些老人家是当然对狗会觉得不是很喜欢，怕怕的。那我们就不去打搅他。所以这些老人家，我们去做这些活动呢，有些老人家，比如说脑部有受伤诶。以不阿斗当哎，眼睛还可以灵活活动。每当这些狗医师来到医院或安养所，他的眼睛就活起来，很期盼。然后医师往来当婆姨姐，丢还互动的出来。啊，打罗阿猫嘛是用手部的互动，很多东西可以做。哦，安尼，那我是无方便的哈。对啊，所以讲在狗啊哈，你不要恭维了哈。不要恭维。啊，不过伊刚才看到这个动物本身，你是有评估过讲对一挂是大人是很正面的。现在服务的都是很正面的，因为就是有的老人家要拿拐杖，你护士叫他走，他不爱走，叫他复健，他都没有。每当毛小孩到他们安养所的时候，他就拐杖教遛狗，他说好啊好啊，拐杖就丢到一旁，就自己走起来的，这种例子很多。因为现在我们
许多人边啊拢啊，就是家属拢在就不赢哎，有时候很寂寞、嗯。可是每当狗医师来，他们都很期待。嗯，所以我这觉得这个抚慰人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大。是安尼嘛，一种创造双赢呢，吼。对这只狗啊，本来吼，伊、是伫街头吼、啊，对这个时段吼，本来是欠人陪伴吼。我经过，不过这是爱经过一个专业转换即个啦，吼。这一定爱，无你退养率足悬的，就是讲狗啊个性咱掌控不住、嗯，在教育过程中都可以知道这只狗的特性，有、是有这个必要。这样子吼，对，是。诶、像张医师有人讲，有的狗啊。对讲哦，像米格鲁吼，爱、的是哦，特别乖吼，根本也不笑。哎，讲啊，有的人讲哦，狐狸狗特别巧吼，这是真的吗？其实我是接触到这么多好、狗里面哈，我是感觉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哦。好，有的流浪狗足乖足乖，有的民种犬足歹足歹，不是，黑龙江也个性无关嘿、但是有的会当改变，会当改变的哦。好，但其实咱经过一些训练师的训练，有一些 tool， 有一些工具啊。会当改变，这个张医师讲啊，我就想要问到来教我上去啊。我们有专业训练师，安尼非民种犬跟公公迄种的，两行落两行的落点拢无。乖乖同重要，乖同重要，乖有乖，嘿有乖啊，其他就是尽量嘿，对，尽量做到。这个现场访问的哈，哦，这个张半虫医师，你才多少公台语念做？对，张半虫，张半虫，哈。他是这个台湾狗医师协会的理事长哈，这个张医师你本身嘛是这个兽医生嘛？我兽医师，好兽医生。那其实像讲咱台湾，起码是爱狗啊，愈来愈侪，爱猫嘛愈来愈侪啦。嘿，赶快，好各方面都越来越多。嗯，你怎么去觉得说，像你去饲讲，哎、饲狗啊嘛哈，那起码这個案子是狗啊哈。对。啊，不过毛人就爱猫啊，猫有可能有被训练的机会。起码这个饲猫的。比例哈，愈来愈管。嘿、啊、哦，问题临床上度的愈来愈管。那、未来就是政府这边也不排除哈，有猫啊医生，嘛是有，有在计划、但是今嘛要等到所有的条件都符合，好叫柯林屋，因为猫嘛就疗愈。哦，猫嘛就疗愈。你看人家。电脑上的桌布或手机桌布的东西有猫啊，很萌啊，嘿，弄安尼讲。很萌。所以。大家对猫这一块也是慢慢的会很喜爱，猫医师不排除医药吧，休克林。那很直觉来讲，狗的服从性较悬啦，啊，猫啊较独立啦。其实有的猫你叫它来，还是会来。哎吼，不是说不能接受指令，有的也是会塞，还是会塞。哎呦，我拄到的猫叫拢未来。因为猫啊，爱耍嘛，食饱困困饱，只甲你耍啊。自主性就管呢。对，伊的特性是较嘿，靠自主性啦、嘿，不过我知道就这是多嘛，就爱猫，因为猫真清气，爱猫真爱干净，嘿，梳毛啥，这自然的动作都会有。对，不过因为他都要跟我讲，咱今嘛讲拢是较正面的是不过当然狗狗嘛是甲人同款，那较智慧啊，吼，忽然间哪讲啊，有一个状况。好、总狗啊哪安怎啊这样变哪处理、就讲哦，那昏气啦。你若讲常见的，你讲昏倒，有老狗哈、就是心血管的问题哈，也、是热天中暑哈、啊，你家人赶快是有 CPR， 不是有。好，但是你也当做就是讲，那ABC 嘛，畅通呼吸道嘛哈、恢复他的就是。恢复他的呼吸，然后循环嘛、ABC 嘛。但是你在这三五分钟啊，尽快就医啊，因为底本医还是有一些设备啦哈、比如说药物啦、针剂啦、还有电击器这些，可以让他救起来机会较大啦。但是卖拖胸骨，拖胸骨闹啦，无氧气哈、可能就走掉了，或者是后遗症就变植物狗或植物猫，所以还是要非常小心。哦，所以高啊买变植物狗，脑部缺氧、血流缺氧过久也是会昏迷，或是就就昏迷的情形也是有的。哦、所以也咱那边对起只猫啊狗，因为搞不了也程序跟人拢就行诶，对不对？急救是这样啦，但是也原因嘛，现在尽量去病已经查出来，会当抽血啦，会当做一些进一步检验 X 光这种也是，还看一些心脏，还是头部还是受创、还是就是有什么。受伤还这样，我现在找原因。所以讲，大家要有心理准备，讲今日咱有心要真正要希望一只动物啦，哈、好，无论是狗啊、猫啊、什么物件，哈，猫兔啊、狗、鸟鼠，哈，动物拢有，无论什么会，
你要接来去咱的厝内底，你要心理准备哈。基本上，迄个尊重度跟程序跟人差不多这样。阮本意来对杜蝶，伊都把他当作家庭的一份子的。对，伊就是家庭的。可能是近世的亲友吧，前世的亲朋好友，他们通常是这样想。嘿，我已经了解哈。不过我继续请教，因为当作家庭的一部分哦。嗯。像有当时咱来当这个路的，对吧？嘛，愈来愈侪看到有人哈。用迄个推车有无？哈，以前小推车拢塞 baby 啦，哈，囡仔哈，即摆是塞狗啊，哈，迄咁好哈。其实，我是觉得都是毛小孩嘛，就是也是家庭一份子啦，啊，所以推车这种情形是越来越多啊。当然也可以保护毛小孩不要被车或狗或猫咬啊，这是一个保护的动作，我觉得是 OK 啦，是 OK 哦。对，啊，会不会影响变成一行路变成靠不好去？也没啦，其实为大家登去厝也可以公园嘛是、哦，但是现在公园要小心，就流浪狗，一些河滨公园流浪狗比较多了啊，有些草地怕说有蜱丝、嗯，比较怕传染血液寄生虫、哦，所以还是小心。生杀无啦吼，而且现在寄生虫跳蚤，跳蚤较不必啦，黑龙啊较注意，黑、流浪狗在河滨公园可能还是有一些啦，小狗然后出去蛮可以往喂掉，对，所以可能要散步再尽量在比较干净的地方，嘿。嗯啊，那他都要讲这总结讲好，对，是有心理准备，好、哦，要来领养一只毛小孩登阿厝诶，嗯，那安尼第一是要安怎，打电话去政府吗？上网追吗？排队吗？好，目前那个我们有拍一个短片，目前已经浏览人数到今天已经有五万人次了，好，所以我们会希望尽快启动这个计划。对，安尼，嗯，对。不过，例如说，总是我要去申请这只狗啊，哈，那我自己嘛应该负担费用啊。目前这个活动是不用，如果是这个活动之外要就上课的话、我们也是有一些专线，你可以打电话来问，就是基础班、中级班、高级班，这个都可以跟我们的协会的工作人员联络、他会可能安排你在哪个教室。哦、所以说狗仔也是可以训练，可以、就是可以啊，失败吧，学不了，对啊，那不就说老狗学不了新把戏，所以有的基础班过了、中级班不见得会过，因为他在更高阶有一张证位出来，对啊，有的狗仔他就平常，他就是不学，日子也过好好的，干嘛？也是有可能的啦，也是有遇到的，尽量啦，尽量啦。我看我像在客诉问到的狗仔，来，今天现场哦，访问的是这个张盘中医师，哈，他是专门能够，当然是兽医生能看狗仔，哈，啊，不过其实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在找狗仔，吼，啊，跟猫仔，其实训练啦，吼，要怎样让你这样跟他相处齁、哦、是很愉快跟挖下去齁、哦、好像这个越来越重要齁、哦。对嗯。所以以前较无听讲有人狗仔过去训练，可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齁、哦。这在国外是已经风行已久啦、我们创办人陈秀仪 小姐齁、她从国外把它引进、比较严谨的制度啦齁、所以这十五年来我已经成功300只、有100只是流浪狗。齁、所以我们现在狗医师不够多、我们希望这一次的活动只是个抛砖引玉，台北市成功、是不是台中高雄这些大城市、台南啊这些都可以 copy、所以希望更多的、流浪狗能变成狗医师也是做善事啊、那我们有我们的 Facebook 啦、台湾、Dr. Dog 这上面都有一些此次活动的相关讯息、你也可以浏览一下，而且短片也很够注意，台湾 Dr. Dog 对对对、我资料会留给就是、就贵电台、在最后一个问题我看这是很多人考虑的、我是这狗仔通常人的寿命比狗仔更长，是尤其他就跟我说像是大通常狗仔就疗愈的啦、可是万一狗仔过身去，这个对老人家打击很大、拄到很多很多故事的、有的人说我不要去养，还是说看到就艰苦、故事、很多种、有的因为大型狗可能寿命十二岁上下了哈，要看有没有心脏病或其他疾病。大型狗寿命比小型狗会短了哈、对，说马尔济斯有可能没有心脏病的这些，可能活15、16、17都有，看它的饮食跟身体的状况。然后因为它的寿命比我们人类较短，一定会承受到它离开或痛苦哈、这些生病、生老病死一定会度掉。那当这些狗狗、猫小孩过身的时候，就嘴猪狼都就不甘的、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就是也跟他有一些宗教的力量啦，跟他讲说他事实上也是去做一个天使或做什么，但是也是有很多后续会也是很好的帮助他们，就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去，也是有这些相关的仪式啦。所以他们都对猫小孩是非常非常重视。对，他们家庭的一份子，我是只能这样讲，说他们都很关心他。不过
为什么是爱面对的哈？要面对，但最重要是不要痛苦了哈、就是说安详的离开是我们最高境界。对，好，所以他都要共轨哈，还是一规个这个规格，基本上就是家庭的一份子的规格啦。我们现在遇到都是很爱狗猫的，还有兔子啊，这些都有。对，好，安尼今天已经感谢哈，这个张半虫张医师哈，张半虫哈，这个张医师哎嘛是台湾狗医师协会的理事长。啊，这个呢，伊是为着希望讲，哎，替遮个，因为狗啊，安尼，干阿公看顿下厝个，可能的爱心跟耐心，有当下是较当坚固啦，哈。所以讲，经过一定的训练了后，啊，才改上去像安养中心，还是讲自闭儿，对，好，有需要小狗陪伴的所在，好。好，安尼今日感谢你，再询问好吗？不，多谢您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好，共襄盛举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回来。